没一件装备能留的，只有一个魔鞋，干笑死。Interesting。腰带是大地主吗？我们先从其他部位开始着手啊。我先看一下有没有绑定的部位。干，我们是不是要来做衣服啦？衣服我们一样要奉献效果嘛，因为有奉献效果的话会给我们格挡，所以我们的生存一样是靠奉献效果给格挡。所以我看一下，先买五个玉人干。哎，想到就要中风了，操！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们要献祭效果年减号的同时，一定要空一后，然后我们锁后加攻击，然后把这个攻击爆加上去，然后再锁后法术 C 强作加一诅咒。啊，对啊，不是，是骰攻击 C 啊，我的意思是这样。用攻击 C 就一定会有这个攻击包，只是有可能会是 T 2的，很尴尬。但是现在尴尬的，最尴尬的点就是，如果我们的献祭又要做高上池的话，我们粘下去如果没空后的话，我们会整个爆开。所以这一次我们不要献祭效果的高上池好了，我们用两个 T 1池粘就好，因为毕竟我们是要做完美三后。有点太难做了，干你娘！你这竟然就故意的，你就是他妈的来坑我们的那个石头的。好了，我们先玩一件，既然都有现成的，我们先一件。哦，我们有几颗啊？我们只有两颗啊，还缺三颗啊，没五颗不会过啊！啊，好烦哦。好，一分钟开盘，奉献 VS 垃圾，一颗啊，当然一颗啊，我们一颗就会过了。还跟你两颗，我们一颗就不是啊？你知道我们现在过了的问题是什么？我们就算过了，我们到时候把它粘起来的时候，它不一定会空后啊！你们发现问题了吗？这个不是做过了吗？后、哦、我们这一件更。梦想更大，我们这一件要粘起来之后，它一定要空后，然后我们要锁后攻击 C， 出一个攻击爆，要这么狠。我们先不要把它放进仓库，我们用它的点看看运气好不好？来，献祭效果，谢谢。哦，有点东西。哎呦！然后我看一下，我们献祭效果有了，然后接下来要，哎，这个减号只要随便一个攻击 C 就必出哎。总督军直接点，哎呦，好，直接拿这边来点吧，反正我们不一定既然会成功嘛。这个才是现在最赌的一个部分，就是要他必须要空以后，因为他没空以后，我们整件都要重新做。拜托了，空后。好啦，是不是该粘啦？献祭效果粘过来，空以后，谢谢。Let's go。干八点力量 ，What the fuck？ 对耶，减消耗不见，是不是还 C 的回来？是不是还有救？我看看哦。对耶，减消耗不见还可以救回来耶。拜托力量，给我你的力量。哦哦哦！哦、oh, ，太棒了！好，我们开另外一只跑花园。我他妈的没有攻击，我打翻，真的没有攻击哎！
我要检查一次，是我看错，怎么可能没有攻击？真的没有攻击。后缀无法被变更。好，我们这样攻击 C 的话，必出攻击爆。他就希望他是 T1 啊，但是其实 T2 也不会很差，我觉得。就这样吧。哎呦 ，T1 哦，还不错哦。Thank you。嗯，睡了，我们的衣服是不是要做完了？你们看这个 beautiful 的衣服，献祭效果减消耗，再加爆，吼吼吼！接下来后缀无法被变更，然后我们来法术 C， 最好嘛，是我们法术 C 下去啊，然后来个 T1 生命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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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85出不了，没关系，出个 T2 我也行，来。就很干净，我们一擦它一下，还是要用艾斯林。好了，艾斯林可能好一点点，因为艾斯林至少它的词只要出来了，它不会有 T 的问题。哎，它成功了！哎呀，成功了！我的天啊！这件好漂亮哦！这件加一诅咒献祭效果，我先卡个词，等等，前缀会出什么？看一下我要卡什么。血跟法格，我觉得是最好的吧。好啦，来吧。蛮厉害，有法格，还不错。其实没血能算强吗？我们现在上啊，说啥呢？这样就行啊，这件很漂亮呢。重载一件稀有物品上的后缀数值，很幸运。我操！说好的幸运呢？怎么看起来没有很幸运？哇操嘞！哎呦，3314。可以接受，好了，我们先妥啦，先妥啦，这样就不错啦。83可以了啦，怎么全妥？不是啊，差这个两滴，最好是有长很大的差距哦。估计是感觉不出来啊。干，我现在最缺的反而是工匠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哎，还行，77颗。怎么不用个命运连结？命运连结买得到吗？一，哇，一连结时可以买超过1500个。不是啊，问题你要在那边要去交易什么很麻烦啊，这个比较快啊。干，我们他妈的好不容易点成六栋，要把它洗掉。哎，哦，干，它不是一颗就会成功哦。我还以为是第一颗就会那个欸，草莓，我还以为它会直接六洞，没事啊，我们还有啊。哎，还行啊。不准笑！